我现在要去拍吃肉肉的 MV， 然后我们2点半要到，我1点才起床。我先跟你讲，会有导演，会有蛮多跟哲哲的亲密互动。太棒太棒了！真的是太棒吗？你现在，但是重点是，如果你跟他会尴尬的话，我们就会拍很久。我不会尴尬，我会让他尴尬。因为刚刚导演跟我说，就是有很多亲密的桥段，可是我觉得哲哲是一个超级尴尬的，可是他这样子，然后他就会笑到没办法自理的人。我的男朋友，你说已经是男友吗？哎，两日哦，两日，我的两日男朋友。哦，这是拍2天的，没有来骗你的。好，你看尴尬，很那个哦，你看尴尬了，对，所以可能要超尴尬的，做好一些，就是心理建设，好，然后最后做事要跟他接吻的，但是那个感觉，那个感觉会想到哪？尴尬怎么办？那个感觉会是这样，反正到时候会是这样。现在是要吃吗？医生？没有，反正先这样子嘛，然后最后你要把你的那个两个大拇指放到他的嘴唇上。然后会这样子，非常非常近。你们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的经纪公司，我没回应。好，如果大家看到牛仔外套，应该会想要。好。牛仔外套的话。哲哲加油！我会不会上片那天呢？我要被你的红豆们骂到。体无完肤了，我不知道。我怕被黄豆追杀啦！哎，不用怕啦。我会不会死啊？同时 YouTube 就少一个小丑。下面没拍到尾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太早了。来，3、2、1，走。3、2、1，走！撞到头了。我会不会被女朋友杀死？他笑了。他笑了，他笑的比那个拍的时候还要开心。对啊。是吗？不是笑比拍的时候更尴尬。没有，你笑很开心。没有，你笑得很开心。现场边看边笑，好像变态。你看着摄影机，然后在那边笑，你觉得很好笑，像变态。哲哲还是要再开心一点。你有办法笑得像我那么白痴吗？很难。200万了，你想象现在200万了，一夜之间，是不是很爽？是还蛮爽的。对，一夜之间哦，好不好？两百万。不好意思，那个手好像跟谈恋爱没有关系。最难就是笑了。然后上传，然后说公开新恋情，终于可以公开了。你要晚上就变达人秀了，对啊，这一刻不管跟谁拍照都会变达人秀。对啊。是我要被黄豆粉杀死。好紧张，先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羡慕吧。这集就变成黄豆粉屠杀特。对不起，黄豆粉，对不起，我的标题就会打黄豆粉，对不起。有时候会曝光，没有，就是要曝光。你说哪一种曝光？是太亮还是？没有，他是要去，但就是要拍曝光。这样子，你是下家。好，真亏你忍住没有笑哎！我的妈呀！导演就在这边，问他可不可以一起玩？好了，我的天！我觉得换身体感觉快要哭了。好，那就这样，你现在看感觉很好。好，那妞妞你可以看着哲哲，然后哲哲你看着妞妞。突然太羞惭了，突然太羞惭。没有，你就看是九九跟哲哲啊，就导演这他的鼻子。不然我们刚刚吃东西的画面再重录啊，就是他们两个这样。是我在抱怨什么？没有，自骗的秘辛，自骗的辛苦课。对，请帮我打码就在这，谢谢。现在这个画面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到底到底在攻沙小，所以他找了林轩，就是我的摄影师去，就是示范一下。然后我现在觉得很好笑，因为是两个男生，然后林轩很不情愿的样子。经常感觉很兴奋。他现在觉得阿斯阿斯。轻轻的，轻轻，静静闭着眼睛。
然后你这样子的话是这样子看起来有很像清道吗？有有吗？然后但是又把就是中间这个借位的地方给遮掉，对，用意是这样。好热哦，很热，你热什么啦？你不要这样，这样我会害羞。Okay. 好 ，OK， 这是不是羡慕？这样子很整个。再慢一点。再慢 ，OK。再慢。慢慢的享受这个过程 ，OK。跟泽泽接吻的过程。那你来享受。好，抱歉。好，泽泽转过来，把他脸托起来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手慢慢的起来，慢慢的靠近，靠上去，靠上去，好，亲下去 ，OK。好卡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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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现在是有导演，然后有那个摄影师，这样比较不太一样。嗯，会比较害羞的感觉。比较害羞是因为我跟男主角其实没有到很熟。那听说，然后你们今天是不是有绑架小朋友？没有没有没有绑架，那都是误会。好像有绑架一个小朋友，确定没有？没有没有，那是误会，那是戏里面角色这样写的。你要压低，尽量压低。对对对，越低越好。这么低哦。这样子可能比较看不出来是哲哲啊，不过认识他的应该还是感觉。撞上去吗？对，撞上去可以吗？好。然后求哲哲要顶住哦。好。然后待会反正等一下，就是这样子抱上来之后嘛，然后你可能就是。我这样子吗？还有蛋，这样可以吗？可是不会说一整句吗？好，卡。麦克风是不是都录进去了？我刚刚跟他说，等一下要钓虾，然后他说好可惜哦，不是钓鱼缸的鱼哦。听说直播鱼比直播黑鱼还多。对，对，没有错。好，问他晚上在哪里？赶快拍，快没了。他那个少女在跑在哪里？我突然间觉得他认真的卖布置。不要拍了，我怕被骂，好可怕。会啊，快点啊。好爽哦。我问你哦，这样举起来是什么力？压力。那你知道我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我是坠落人间小精灵。喂。原来是坠落小精灵的。成功了。感觉这什么？我道歉。可以在这边练习一下睡姿。练习睡都这样吗？不是啊，你要睡得性感一点。拍他，拍他。拍我干嘛？我想一下啊。干太难了。好，我等下躺他躺过的地方。啊，抱歉。没有啦，我躺地上。没有啦，你继续躺，可能就是。可以遮住这样，可以吗？趴着，可以，我觉得这个，你刚刚说我喜欢，我没有，悄悄不杀，我没有杀他，我没有，结果大家留言都说，千赏大好，大家都喜欢，他知道大家想看什么，对你的粉丝说早安，我要睡觉，拜拜。还记得这只恐龙吗？可以点那个，我应该放资讯，可以去看一下这影片，到底是谁送给我的？这边点进去哦。起床，撩一下，撩一下，好累哦！他妈的，吵我起床，干！我才不想起床，我想继续睡啊！妈的，一群废物，好看。我觉得我没笑出来，真的很厉害，真的没有笑出来。这边的话会是这样子，我们镜头会是在你背面嘛，然后你可能是这样伸懒腰，然后躺下来之后，然后转一圈，然后对着镜头，就是可能撒娇的那种感觉。顺了顺了，可是这样子会遮住那个。什么呀？那是什么？那什么？他不想把内衣遮住。对啊，那个黑色是委托线的。对。好，警察先生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啦！我在拍片的时候遇到一个奇怪的，他说要看我的内衣。导演还不把内衣露出来？导演说看我的内衣。导演不要潜规则。有潜规则。八卦，
是我跟你在一起吗？啊？不是我们两个在一起吗？谁？不是我跟你在一起吗？我才不会被骗呢。这是他的衣服哎。我才不会被骗呢。这真的是他的衣服哎。所以呢？刚巴尼很紧张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没有，我听过这个。对，你也听过很多次，对不对？球球跟黑没有在一起。你深陷在黑暗中。哈哈哈！对啊，你这边超暗的。黑。不知道。可以帮我打光吗？不好意思。可以帮我打光，后置要帮我调色，谢谢。好。牙刷，你们这辈子有刷过这么自由的牙吗？好，先给他们看。看，好，就这样，可以，很棒，太快了，可以，你刚刚那样演的就很好。